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我哋香港国际旅游台地道香港嘅主持人 Foreign 姐啊，又到咗 Hovis 我哋嘅深度行啦。今日咧准备同大家睇下巴黎仙境喎，究竟咩叫巴黎仙境呢？仲有，如果各位中意饮柠檬茶嘅咧，以后咧就唔使担心啦，可以有个柠檬缸咧俾你带住周围去冲柠檬茶喎。你咪谂住柠檬缸味道唔同喎，原来都系浸喺落水度发大咧，就系完全系。同個 fresh 嘅檸檬係冇乜分別嘅，而且啲營養素都 keep 住咗嘅。或者一起去睇睇咯。又俾我發現咗咧，又有個檸檬片乾喎、哦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佢一盒咧有12包嘅。咁咧佢話咧，原來咧當你乾嘅檸檬片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將營養90%係 keep 翻喺入邊嘅。嗱，你會見到一塊嘅檸檬片啦，乾啦，但係當佢浸咗水裡面咧。就变翻一块柠檬噶啦，已经咁咧，携带都好方便嘅。大家佢讲到咧就系巴黎嘅仙境啊。咁跟住咧，你会见到低温咧40度嘅真空冷冻啦，脱水噶啦5%啦，抑制微生物同埋酶啦，保持翻佢嘅纤维结构啦。除咗柠檬干咧，佢仲有好多水间蔬菜噶、哦。你唔好睇啲番茄仔啊，原来咧佢有红番茄啦。黄番茄仔啦，仲有个绿番茄仔噶喎，原来佢哋仲有佢啲沙律菜都好新鲜噶，全部都系 fresh 水间噶喎。咁你哋可以去边度订咧？就喺以下个网页啦。又俾我发现咗另一个泰国品牌啊，佢咧就系 Green Day 啊。佢咧專係做啲生果蔬菜嘅乾嘅，咁例如咧佢有士多啤梨乾啦，士多啤梨乾佢係原粒士多啤梨嘅喎，同埋係有西蘭花啦，有香蕉乾同蘋果乾喎，好適合小朋友食噶其實。再加埋咧，佢有啲好特別噶，有秋葵乾啊，同埋咧有榴蓮、南瓜，跟住你會見到咧，嗱你下面有南瓜乾啦，洋葱乾、菠萝乾，佢同芋头乾都有噶喎，仲有红菜头。相信各位中意健康嘅朋友咧，芒果乾啦，都可以试下呢个品牌喎，系泰国噶噃，佢咧只系18蚊一包，就算佢4包大嘅咧，佢都系40蚊嘅啫。好，仲有果汁啊，有山竹汁饮啊。跟住咧有荔枝，你见唔见佢嘅包装都好吸引？有石榴汁啦，石榴汁都有嘅。仲有啲比较少嘅果汁，你见到大支装都有噶。记得按赞同订阅我哋嘅小铃铛喎，再见。